尊敬的师傅上人您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感恩您啊，我们继续昨天的采访。那我刚才听说，昨天我们进行采访完以后，然后您吩咐香港佛陀教育协会的一些负责人，他去给这些英灵菩萨们在做皈依，然后有英灵菩萨们有一些感应，您在这里跟大家。我刚才进来的时候，秀月在楼下迎接我，告诉我，昨天晚上给这些英灵皈依，的人数分量非常多，有小英灵的人数很多，这个皈依有效果，有效果，有效果，而且有天神在帮助他，协助他们。可是有一部分，这个小孩对母亲呢怨恨太深，啊，这个坚决的要报仇，坚决的要报仇，报仇，所以他们像那个泥巴一样，啊，那个样子很难看，一片这个血肉模糊，就扒在母亲的身上，狠狠地咬他。所以你看到那个状况的时候，非常残忍，啊，他就劝导他们，他骂秀月：“你多管闲事。”我给秀月讲，这个东西要把它写出来，写出来将来时候，跟着你们这个，光碟，或者将来写成书一样的时候，一起流通，啊，这效果一起流通，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我们总希望能够化解，啊，了解前因后果，不再冤冤相报，这个重要。感恩师父您慈悲。那昨天我们那个问题问了一半哈，就说我们对鬼神应该什么态度？我由此就想到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故事，就前年我去佳木斯的时候，我老家，后来那个在一个朋友家里头就一个狐狸菩萨附体了，当时我还盛气凌人的，我还教训人你不该怎么样，因为他身体不好嘛，我就要教训他怎么样，他说他自己是狐狸，然后我就在那一直教训，后来最后的时候我跟他叭叭叭说了一个多小时，后来他就特鄙视那么看着我，他说你闭嘴，说我说你瞧你那傲慢样，你贪嗔痴慢一大堆，你那个烦恼习气一大堆，你还有还舔着脸说我。他说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跟你说实话，你要好好的修啊，你不好好修你比我还惨，你还不如我。所以那天真的让我出了一身的冷汗，所以现在我一懈怠的时候我就想想，这那天我真相信了。因为那个我那个姐姐嘛，她平时是温文尔雅的一个特贤淑的一个女人，她那天的神态啊神情全都变了，说那话简直是，我那天真的相信了，所以我觉得这鬼神真的存在，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相信有鬼神存在。师父老人家，请您慈悲的开示，我们应该对鬼神。孔子教导我们，佛教导我们。意思都很接近，鬼神确实有，他也是一类众生，一类众生啊，对呀，跟我们是一样的，有些比我们智慧高，德行高，有些比我们差，还不如我们，确实存在，有不同维次空间。孔子的态度教导我们，敬鬼神而远之。那么佛在五十三参里面教给我们，一切恭敬，恭敬不就是敬吗？一切恭敬。恭敬。对他没有赞叹。为什么没有赞叹呢？他有一些做法不如法。他如果做的是如法的，与伦理道德相应的，我们赞叹；相违背的，不赞叹。这个态度就对了。
那师父，我请问您，那我那个四个小婴灵现在还跟着我吗？你做这些好事，即使他跟着你，他也是在保护你。他就变成护法神了。感恩您。那我现在心里也发个这样的大愿在此，我就希望以后全世界小婴灵的宝宝们都跟着我一起。我就是看着他们，我觉得他真的是像他们所说来成就我。我要好好的念佛，不错，老实的念佛，把真实的那种功德回向给他们。没错，自己成就就成就他们，自己不成就，他们永远在受苦。他们的怨恨永远不能化解。所以化解别人先化解自己。想成就别人先成就自己。先成就自己。自己不能化解，不能成就，想成就别人没这个道理。没这个道理。没这个道理。那师父，我就是现在回去以后，我一定老实的念佛，认认真真的念佛。真的，我自己念佛得力了，那小婴灵菩萨们他们也会得力的。不，没错。那我一定的努力。没错，没错，一定要听经。好，一定要听经。听《无量寿经》就好。好。《无量寿经》非常圆满。好。方方面面通通都讲到了。好。很难得。好的。那师父老人家，我问您，就这些妇女们堕完胎以后，那小婴灵菩萨会不会跟着她回家呢？跟着了。跟着了。对。他不跟着她，他怎么报复她呢？那就是她的灵魂，我们说神识，那老百姓说灵魂就是，一直就是。没错。老百姓说那小鬼就缠身了。没错，真的，这个话讲得完全正确。缠身上，他粘在你身上。粘在哪个地方，你就感觉那个地方不舒服，就疼痛。很多的妇女都是脖子啊、头 啊，对对，然后腰啊，不错是啊，腿啊，那就是附在身上。哎呀，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从此的怨恨就没错没错就结上了，这个结就结上了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麻烦。你自己做的心行不对，他更瞧不起你。你这造业嘛，造罪业嘛。他报复也很厉害。报复很厉害。就他们问我，小婴灵怎么会有牙齿？那得咬他妈妈，贴在身上咬啊。我就告诉他，他没有投胎之前，他什么都是圆满的。他出胎的时候，你看他没有牙齿，他灵魂有牙齿。他灵魂有牙齿。对呀。所以他一咬他妈妈，他妈妈会身体剧痛。没错。觉得找不出原因，医生呢也找不到，找不到原因。找不到原因。哎呦，那师父，这个真的万万不能堕胎呀，太可怕了。对。那师父老人家，我再请问您。那小婴灵就这么的报复我们，师父，那我们就这么忍受着吗？忍受是小啊，是一时啊，将来他要把你推到地狱去，那个麻烦才大了。所以一定要忏悔，一定要忏悔，对，啊，一定要请他们原谅，啊，自己要改过自新，一心向善。断我向善，他也佩服你。那师父，我们就用我们真心的用您，那天教给我们的古，实在讲的是那个不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比那高多了。那我们就念阿弥陀佛，没错。然后回向给这些英灵小菩萨们。对对对对对。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那个愿不能没有。你没有求生净土，念阿弥陀佛不能到极乐世界去，还是搞六道轮回。师父，那您说说愿是什么？愿是，我真的要到极乐世界。我真的要到极乐世界。对对对，是。就是想往生极乐世界。像我们现在移民嘛。外国环境好，我们想尽方法想移民到那边去居住，就这个意思。
我们现在知道极乐世界好，啊，阿弥陀佛好，啊，那个世界，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，等于到那边去学习去上课，啊，一堂课都不缺，我就要到那里去。天天都在受教育。没错，没错。那我也要去。啊，对，不错呀。这个念头意念要非常坚强。这个意念要非常的坚强。坚强，哎，对，要坚强。就等于是生命当中这个是最重要，最重要，别的都不重要，都不重要，全都放下了。啊，对，全部。这是最重要的，我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一定要成佛。你这个心一发，就是你所有的冤亲债主，对你都佩服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成就了，他们沾光。那他也成就了。哦，小英，小英灵啊，对对，不错不错，哎，他不会障碍你，他会帮助你。那师父老人家，我请问您哈，那我是这么理解的，就是说，以前我忏悔，我就说我对不起，我现在明白了，就是说念阿弥陀佛是最大的忏悔。对。哦。好。对。我一定念阿弥陀佛。那师父老人家，下面我想问的问题是：生命是从什么时候的开始？可不可以说就是一刹那，这神识一入胎，他生命就开始了？但是很多的女人啊，很多很多，天下很多的女人都认为，就是发现自己怀孕以后，就急急忙忙，赶紧趁45天的时候，赶紧把它堕掉，因为他们那时候认为45天他没有成人形，所以那不叫杀人，就急急忙忙的45天就了结了，所以自己还挺轻松。您说他们这个想法是对的吗？错的，错的，完全错误，完全错。哎，告诉你的时候，这个神识，是没有生命的。神识是没有生灭的，对，不生不灭的。哦，哎，他一投胎，虽然是极微细，这是现在量子物理学家都发现了。啊，他没有成型。啊，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最原始的样子是什么？是一个原子，比原子还小。我这说原子你比较好懂，啊，比原子小啊，那小的太多了。你看看中微子，这是科学家发现的，中微子。原子当中有原子核，它像个太阳系一样，很多电子围绕，电子就好像星球、行星一样围绕着它，电子更小的了，啊，一个中微子多大呢？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，那么小，也就是把一个电子分成100亿分，那个一分呢，那就叫中微子。100亿分。那没错，没错。哎，那有多小？啊，你才那么小，那么小里面，它就具足色受想行识，那就是生命啊。哦。所以它生命，它不生不灭呀。啊，任何一个生命都是不生不灭的，啊，但是生命是决定不能单独生存的，它是群体的，要依众靠众，要依靠大家的。像我们人在社会上，你不能离开社会，社会每个人各行各业跟我都有关系。啊，我穿的衣服从哪来的？我吃的这些饭米从哪来的？你晓得多少人工啊，在合作。才有这碗饭呢，才有这件衣服啊！你怎么能离开群体呢？没法生存。那没法生存呢，极小的这个物质现象，它也没办法生存。它一定是许许多多这个原子、电子的时候，它都是互相交流，啊，互相联系，这样生存的。啊，只有群体可以生存，单独不能生存。那么我们对群体的关系就要了解，对群体这个爱就要发挥出来。啊，爱自己不爱去群体，这错误的，那是假的。假哎，爱一切众生，那真正叫爱自己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跟我是密切的关系，一体的关系，一个生命共同体，
在佛法里面讲叫自信。自信。嗯，自信叫化身。对，化身自信。对，难得了，现在科学家发现了。啊，说出这个状况的时候，我们一听就懂啊。啊，跟佛经上说的完全一样啊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啊，这个堕胎就是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都不可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入胎的那个时候，进来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生命。入胎就是一个生命。没错，没错。啊，入胎那就是一念之间的，一刹那之间的。啊，他来投胎了，他跟你就有缘了，就有父子的这关系了。啊，母子的关系，那个时候就建立了。所以你要把他杀了，他那个冤仇有多大哈？对呀，而且这个妇女也没有尽到妇女的责任呢。妇女唯一大的责任就是延续后代，你怎么可以把后代杀掉呢？哪有这种道理？您说，师父，就是我们，因为我也是很无知啊。当初堕胎的时候，我父母特别的生气，特别的愤怒。后来有人告诉我说，你错了，不光是你的父母恨，就是恨你，最嗔恨的是祖宗，因为你把人家子孙后代，没错，你让人对断子绝孙了，没错，确实，人家对方的祖宗和你自己祖都不会饶过你的，对对对，他不光是小婴灵菩萨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古书上都有记载呀。古书上都有记载，有记载呀。中国古时候古书是叫这个小孩，啊，你对他对父对太太要好啊，啊，为什么要对他好呢？他替你家传宗接代呀。你没有他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后代了，你怎么能对得起祖宗啊？啊，所以那你一定要对这个妻子好啊。你要爱他了，那他生下小孩，你要爱他了，那为什么那个小孩就是你祖宗的后代，就是你的后代，你怎么可以糟蹋他呢？啊，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了。现在人不念古书，不知道了。还有人告诉我，他说，就像我们这些造罪业的女人，堕过胎的女人，说。以前不是家族有那个坟墓吗？家族的坟墓说，说你这样女人不可以进入人家家族，人家不要你，人家祖宗不认你。没错，没错，是这样的。哎呦，现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段，啊，上一个世纪后半段，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一家子，60年前。60年以前跟这60年以后社会不一样，啊，那个时候还有点良心，啊，现在最近这个半个世纪六十年的时候很早，啊，人良心没有了，完全不相信了，啊，只看到今天，没有看到明天，也看不到过去。什么事情他都敢做，啊，国报现前，后悔来不及了。古人留下来的这些典籍都是好东西，不是好东西，怎么能留得下来？啊，谁肯用这个心，谁肯出这个力来给你留下来？啊，从前一本书不容易啊，都是手抄本的。这宋朝以前呢，宋朝发明印刷书，那个印刷是木刻板，一张一张去刷，很费力了。我们到金陵刻经处去看，那边还有木刻板本在那边印刷的，啊，一个人一天只能做3本。每个人拿到就非常的珍惜，非常珍贵呀。啊，现在印刷术发达了，啊，印个10000本、10000本轻而易举，古时候哪有那么容易啊？
啊，所以人家出钱出力把你东西印下来保留的，真有价值，真佩服你，才给你传下去。要不是真有价值，对社会、对大众真正有贡献的，谁肯干这个事情？啊，所以现在人不了解过去那些状况，对古圣先贤的教诲不珍惜，不珍惜。所以这个教育简直太重要了。重要。这个女孩，一个女子要提升德行啊，对，提升自己的德行，对，至关重要。因为它关系着一个家庭，关系到一个社会，对，太至关重要了。我真的很惭愧，作为一个女人，我不懂得怎么做女人。对。在家，在我。为姑娘的时候就不会做，也没受过这种教育，所以造作罪业，没错，真的很可惜。这个是无量寿经上佛都说了，不能怪你们，因为这是历史造成的。啊，中国传统教育疏忽了200年，应该从慈禧太后的时候开始。啊，慈禧可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太多的认识，啊，他掌了权，啊，所以对于这些东西疏忽，他相信鬼神，相信伏击、伏鸾，相信这个，啊，在他之前，清朝宫廷里面经常有大德，儒释道的大德。在宫廷里面讲学，这是他们祖宗留下来的，啊，是朝朝代代都是这样，到他废止了，他不要听，啊，不要听的时候，那是大师怎么办呢？大师就请鬼神，啊，请鬼神来决定。哎呦，家祭父呢，这要亡国的，所以张家大师告诉我。慈禧亡国是亡国在扶鸾上，因为我曾经问他这个问题，我对扶鸾很怀疑。我小时候住福建，福建人很喜欢，很喜欢搞这个，我看了我相信，啊，因为扶鸾的人不认识字，啊，都是找什么拉黄包车的，啊，挑水的。卖柴的找这些人，这些人一点文化都没有，啊，而且是两个人扶，哦，两个人，两个人扶，一个人一边，他能在沙盘上写成字，啊，我们在旁边看，啊，字我们都认识，啊，规规矩矩，那样写法，写旁边有个人把它记录下来，我觉得这个不是假的，那人根本写不出来字，他为什么在沙盘上能写出来？啊！可是我到台湾之后，台湾也有这个鸾坛。有一次他们带我去参观，祭童是职业的，别人就不灵，只有他才灵。哎，而且我们在沙盘里面看了一个多小时，一个字都看不出来，动得太快了。哎，他口里头念念有词，旁边人给写，哎，一个重点写几千字。我们小时候看一个重点写几十个字，所以我把这个事情向张家大师请教，他老人家就把慈禧太后这样故事讲给我听。这个东西确实有灵媒，有鬼神，啊，但是都是冒充的，说是佛菩萨那是假的，啊，也说什么孔子啊，什么圣人未必，不是真，冒充，因为他自己的身份没人相信。他要冒充这些人，啊，来取信。小事情很灵，大事情他就胡说八道，反正你也找不到他。啊，所以这个还是敬鬼神而远之，不能听他的指挥。啊，他叫你去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那问题就严重了。啊，他提供的信息，有智慧的人可以做参考。参考，哎，可以做参考，就是看他合情合理合法，这都是参考。如果不合情不合理，
就根本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啊，对。那慈禧也是千古罪人了，让我们后代断了这个传统文化，那他的果报也很重的呀。慈禧在地狱里头是最重的地狱，是最重的地狱。哎，他出不来，他出不来了哈。嗯，啊，他从他疏忽，大家对这个不重视了，冷淡了。啊，到民国，民国就更糟糕，民国完全丢掉了，说的人都没有了。说的人都没有。哎，今天这个大难就这么形成的。哎，只要晓得原因呢，啊，你才晓得怎么样应对呀。嗯。你不知道原因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应对，啊。决定要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。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。嗯，对，起心动念要跟伦理道德相应。就我常讲十二个字：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啊，与这十二个字相应，这就对了。违背了就错了。那现在，保守的估计哈。二十年已经是十个亿的小婴灵菩萨了。那据您估计哈，他们要报复人类，他们会，我们这个人类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呢？出现迷惑颠倒。迷惑颠倒，就是头脑不清楚，迷迷糊糊了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哦，哎，他自己做错事情，自己也不知道。事实上是婴灵菩萨在操，没错没错，就是他，对，哎，就是说他把磁场搞乱了。哦，他可以扰乱我们这样的磁场。对，他的力量太大了，他那么多啊，他不是几个产生不了大力量啊，他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力量就太大了啊。你跟他们讲天地昏暗，叫你看不到日月光明，你这个东西多麻烦啊，让你的思想混乱，这个挺可怕的。那很可怕呀，你不能自主了。啊，不能自主了，不错。最后你就完全，没错，就是没错。哎呦，很可怕。那现在人一顿饭要杀很多的众生，对，师父，对，那像鱼虾之类的，他们的神识也会报复我们。会，像海啸，听说有几十米高，那是不是跟这个有原因呢？有原因，有原因。动物的那种神识，跟小婴灵菩萨们是一样的，一样的，更沉恨哈，一样的，还吃我的肉，对，一样的。那堕胎的人很多。请问老法师，这跟灾难有什么关系呢？比方说像海啸啊、地震啊、山崩地裂等等等等，这种自然灾害，这跟堕胎有什么关系呢？有关系，因为你的恶念、你不善念头、不善的言语、不善的行为，山河大地、花草树木他都知道。你不要以为他无知，那你完全错了。你说这一片花一片树叶，我很爱它，哎，它就特别绿，又特别好看，花就特别香，啊，我讨厌它，恨它，它就变枯了，它就憔悴了，它懂得人的念头啊。那么山河大地懂得人的念头，你要是随便破坏它，它就报复你。啊，现在讲什么？破坏自然生态。啊，变得什么呢？变得地球上这些所谓它不是自然灾害啊，没有自然的，自然哪有灾害？自然是最美好的。我们今天是破坏了自然，违背了自然，所以山会崩下来，地会陷下去，啊，海水会上涨，啊，海啸会吞没沿海许许多多城市。那是吧，他的报复啊，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果。我对于山河大地啊爱他，他们就平安无事，也呈现最美好的让我们去欣赏。
啊，我们随便就去开采，啊，这个山底下埋的这个矿同步都掏光了，那山不恨你啊？啊，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？贪呢？对呀，是贪呢。你可以不必要它了，你的生活过得很美好啊。这些都要懂，但是这些都没人教了，没人说了，说的人都没有了。啊，古书上有记载，不看呢，要把它烧掉啊。啊，佛的经典上讲的更详细更多，不要把佛经全烧掉。啊，这个罪业多重，全是地狱罪业。啊，所以现在有人说鬼神好多，讲经教学，听众里头，我们看不到的这些听众，比看得到的不晓得多多少倍呀。十倍百倍都不止啊！啊，他们明白了，他们超度了、超生了，啊，地狱空了，哎，的这些人去填补。那师父，可不可以这样说？其实所有的自然灾害，没有自然灾害，都是人心的不善感召来的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完全正确。所以你堕胎，山河大地、老天都不允许你，不允许，都要报复你，人这个大自然都要报复你。不错，所以不错，是自己老百姓说自作自受、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所以千万不能对再作恶了，千万不能。所有的这些果报都不能够推卸给别人，全是自己自作自受。我们很多的世人哈，有了不好的境遇，身体状况不好了，就怨天尤人，怨天怨地，然后说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是天不好是地不好，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其实都是自己的心行不善感召的。没错，可是人们不认可这个理啊。这个念头就是严重的罪业，严重的这个念头就是严重的罪业。他不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，不肯认错，把责任都推给别人，这是严重罪过，这是严重的罪过。不错。下面师父，我想问一下这个堕胎的根源哈，现在堕胎就是个果，那请问根源是什么呢？这些女孩子就这些女人吧，就要是早生50年或是60年、100年。就会不会出现这么大量的堕胎的现象？没错。您说根源是什么呢？啊，根源是贪欲啊。贪欲。对呀、啊。财色名食睡。财色名食睡。啊，对呀、啊。财色名食睡。对。这个叫五欲，五种欲望。五种欲望。对呀、啊，你对他不了解，你贪着就犯罪啊。你要是能把它看得很清楚，你就不会动心了。啊，这个里头，我们中国古人叫这个教育，有伦理道德教育。你懂得伦理道德，你不愿意做，就得说这是羞耻，啊，不好意思去做。懂得因果呢，不敢做。哦，懂得因果就不敢做了。懂得因果有报应呢。啊，现在这个教育没有了，他根本不晓得这个东西是耻辱。啊，人道不知耻，这人就完了。不可救药了。不可救药。啊，果报决定在三途。果报决定在三途。决定在三途，就是畜生、恶鬼、地狱。财色名食睡。没错，他全干了。可是人们是人们，包括我，财色名食还死死抓着不放呢，觉得这个是好东西啊、这是地狱，这是地狱的根。
啊，佛在经上讲，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，有一样就下地狱了，五个都有，那还得了？你是啊，你还得了吗？那永远都无期了，在地狱也出不来呀、啊，出不来。这五个都有嘛，全的。可是世人都把这个财色名食睡作为人生的目标，就天天的追逐这些东西。错了，为他去造业。错了，我们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啊，也是在追逐这个。啊，以后学了佛，学了伦理道德，慢慢的知道了，才把它丢掉啊。就丢掉之后啊，我们就很快乐啊。看看追逐的人的时候啊，看到他好可怜呐、啊，好苦啊，好苦啊。完全不一样了，所以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好东西啊！啊，你所得到的不是甜头，是苦头。你真能够把它丢掉了之后，你就尝到甜头，你就看到别人在受苦。但是一定要丢掉，要丢掉才能哎，你不丢掉真正的甜头，不丢掉的时候你看不到，你不会觉悟，要丢掉。那现在人类堕胎的数量这么的惊人，形成这已经形成了堕胎潮了。对，那原因就是色情泛滥。色情泛滥，色情泛滥这两个，第一个，教育失掉了，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宗教教育丢掉了，没有了，这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，媒体在宣扬。啊，媒体大力的在宣扬，造成这个现象，啊，造成这个果报，来源就在此地。来源就在此地。对。那色情泛滥，它就会有灾难。对。然后色情泛滥呢，原因呢就是色情教育啊。没错。会让全社会的人的价值观都迷惑颠倒，没错。那谁在教育他们呢、我现在真的认可您的话，我坚信不疑的，就是我们这些做媒体的人。对、这是头一个。头一个。头一个，罪魁祸首。所以我跟刘长乐见面头一句我就这样告诉他：啊，今天毁灭世界，拯救世界，你们的责任最大。啊，现在世界已经被你毁灭的差不多了，快要完了，你想不想拯救它？想。要拯救它，赶快回头是岸。想回头是岸。嗯。啊，所以今天拯救，我觉得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人心本善。啊，佛说的很好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所以。回头会很快。我们在汤池的实验得到了一个结论，人是很好教的，不是我们想象的。我们最初想象人染污这么久，染污这么严重，我们搞这个弟子规感应篇这种教育总得要两三年人才能回头，没想到三个月就回头，这么好教，出乎意料之外呀、我们叫老师都吓到了，这怎么回事呀、所以当时我跟老师说，我们可不能邀功啊，可不能因为自己很能干的、祖宗之德了，祖宗之德，对，祖宗之德了，三宝加持啊，我们有什么能力啊？师父，我特别有一点感触啊！您每次都先把祖宗放在前面，三宝放在后面，就是什么事情都是祖宗加持。对，不错，是啊。然后，佛法是师道啊，祖宗是孝道啊。师道以孝道为基础，没有孝道的基础，师道就没有了。啊，今天佛法为什么没有了？孝没有了，那师道就不能建立。孝道非常重要。这头一个，你看《敬业三福》里头第一句话“孝养父母”，第二句话“奉事师长”，
孝摆在头一位。对呀，那我们今天今后我们人在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想想，我这件事情能不能对不起祖宗，我就不敢再做了。没错，所以应该把祖宗时刻的放在心里。没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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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。文化大革命那个期间，我在台湾，我那个时候好像还出家了没有？没出家，还没出家。我们听到祠堂毁掉了，家谱烧掉了，我两个星期都没睡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呐。这个要拔掉了，我们这国家就完了。啊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想什么方法呢？什么方法呢？不，所以我就想了一个百姓宗祠。百姓宗祠。哎，就是每一家的祠堂毁掉了，没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建一个祠堂，所有的姓氏都在一起，就现在我万姓先祖纪念堂。希望每一个县市有一个，啊，春秋来祭祖，提倡孝道。啊，这也是民族大团结。啊，每一个家庭的祠堂没有了，现在我们集体做祠堂。啊，以前不晓得百家姓啊，中国传的百家姓是400多个县市，现在这样一搞的时候，才发现说，有24000多个县市。你看中国这个族群多大啊，所以就不是百姓宗祠了，就万姓先祖，因为宗祠跟政策有点矛盾啊，政策是宗祠不要了，废除了，我们再搞这样这个也不好，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先祖纪念堂。先祖纪念堂。哎，对，万姓先祖纪念堂。哦，我们这是第一个。那师父，现在的人迷惑颠倒，把自己的孩子都奉为祖宗那么的侍奉，对待孩子那样，对，然后把祖宗真的就忘掉了。对，不错。我们太没有良心了。不错。是不是我们现在的人应该时常的应该送送祖德呢？没错。如果不知道祖德的时候就完了，连根都没有了。连根都没有了。没有了。你说《弟子规》里头113桩事情，他第一大段的时候就是孝道。第一代大段就是孝道。嗯。所以孝有多么的重要。多重要。就做人最根本的。这个，对。你连自己的父母你都不孝，你对别人孝，那真的就是假的。假的。所以这个父母的恩德难报。没错，嗯。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，我们得了这么丰盛的物质享受，还有我们能健健康的活在人世间，可能都是我们的祖宗在庇佑我们，是祖宗，所以我们无比的感恩我们的祖先。没错，没错。那师父老人家，这个现在这堕胎问题哈，这个40-50年前，基本上这样的事情，堕胎的事情很少。对。那300年前、3000年前，没有，就更没有了，绝对没有。为什么这小姑娘这早生就几十年就是个贤妻良母，而生在现在就是个杀子堕胎的这么一个？对，所以这个我常常讲啊，慈禧太后是千古罪人呢，她是国家领导人呢，啊，国家领导人，清朝历代的皇帝。都是皈依三宝的，皈依三宝都是佛门弟子的，哦，全是佛门弟子。对，不错，啊，他呢，他自封为老佛爷，他自己说他自己是老佛爷啊，对，老佛爷，你看，大家不都称他老佛爷吗？对，我们演电影，诸佛菩萨都放在旁边，他就坐到当中去了。哎呀，啊，这么一个表法，大家对于诸佛菩萨就看清了。就没有那么尊重了，啊，所以这个表法表得不好啊，他带头嘛，所以是
霍玉福啊，国家领导人是第一个，因为他决策啊，对，他能带头带得好的话，整个都好了，啊，慈禧带的这个头带得不好啊，啊，傲慢呢，轻视传统文化，轻视佛法，啊，儒释道他都瞧不起。我相信慈禧太后现在在地狱里后悔的不得了，啊，后悔。可是现在没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啊，没办法。那当今的人，最能影响他们的是电影、电视啊，对，小说啊，对，还有网络、报刊、杂志、流行歌曲、广告、手机上的信息五花八门，什么什么都有，对，等等。那我是个演员，我很惭愧，曾一度错误的认为，就评价一个演员，因为很多人就是这样的认为嘛，就是说你问一个好演员，你是不是一个好演员，看你性不性感。所以那时候我很恬不知耻的，就很穿上很暴露的衣服，露了肚脐儿，把我父母气得不得了，然后袒胸露背的，特别的不知羞耻。那也拍了一些很多这样不好的那种很暴露的那种杂志，就是封面呢，发表在各种杂志上。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们，年轻人，这都在效仿这些，没错，所谓我们这些明星们，没错，因为觉得他哟，他今天穿这么暴露，他没有善恶的标准，对，没有丑，这是美丑的标准，不错，然后他认为你这就是非常时尚的，然后你看着明星一穿什么样的衣服，一发表杂志上或者在演戏当中也穿特暴露，然后街上马上就流行这些东西，也有很多人就是这些服装商们，他们就做这项很暴露的这衣服，然后孩子们就学，然后就走在大街上，然后父母生气呀，不行，他就觉得父母的话都不听，他觉得这个明星我要向他学，他是我的榜样。那您看看啊，师傅，您看这是我临来之前，从网上下载的这些接吻大赛。就是现在很多的商家呀，为了盈利，比方年节呀，为了盈利，因为庆祝活动演节目已经没有人看了，不吸引人眼球了，就是这些人就是接吻大赛，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跟西方学的，中国以前没有的呀。您看看他们在台上在接吻大赛，多少个孩子们，您看我画的这个圈，对对对，多少孩子们的在君君乐道在那看，哈哈大笑，青少年会受影响的呀。对对，他们在学习。您看看这些孩子们，您看我画圈的这些。对对对对，都在那看着呢。对，他们在学习。在学习呀、啊。那像接吻大赛的，很多人认为是时尚的，男女有亲密的行为，很容易诱导着男女的性的行为，对，造成堕胎。对。那古代人说男女授受不亲，看来是真有道理。是有道理，男女五岁不同席啊。应该这样啊。对。古时候防范很严的，所以社会长治久安呢。长治久安。不出问题、啊。你今天把这个提防吃掉了，问题出来了，谁都救不了啊！天崩地陷的时候你怎么救，哪来的，就是这业障找得来的啊！老祖宗费多少心血，老祖宗真有智慧有方法，你不遵守，你毁灭了你自己，也毁灭了这个社会。对，现在的很多的演员啊，你说今天这么大的灾难，什么原因？哪一个不造业？人人都造业，那灾难就现前了。因为他不相信圣贤的教，不相信，不相信。哎，你也是我们提出老祖宗的十二个字。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它是全是假的，每一个他都反对。师父，他要知道礼义廉耻这种事情，就绝不会啊，对，不会有啊，不可能有啊。所以现在全没有了，伦理道德没有了，因果没有了，宗教没有了，祖宗也没有了。您刚才提到礼义廉耻，真的我觉得非常重要。现在我们很多的演员自己给自己制造绯闻，
就是说我现在跟了谁谁谁谁一个男演员什么什么的好了，然后自己给自就这叫这就叫炒作。现在老百姓说叫演员在作秀。那曾经我家有一个旁边一个13岁的一个小女孩，她就跟我说，她说家里阿姨，我太崇拜什么什么明星了，她既我们大家知道就30个男朋友，她怎么那么有魅力，我太崇拜她了。就是真的误导很多孩子们，就是这样，他认为这样有魅力，这样性感，然后这样能招惹这么多男孩子在喜欢这么一个女演员，他觉得无上的光荣，然后孩子们也会效仿，觉得哎呦他怎么那么魅力，所以导致很多的女孩子们爸爸妈妈生出这样就去做美容，因为不满意自己的，觉得自己不够漂亮嘛，就花很多父母的钱呢去做美容什么的。这种蠢事儿，这种愚蠢的事情我也干过，非常愚蠢，我非常的后悔。那么现在女人就是这样啊，现在年轻的女孩子就是跟着明星走，就是跟着这些演员们走。对，您看，包括很多现在有一本杂志，我不提它了，很多的明星，年轻的明星都在，其实那个杂志里的内容不是那样子的，就是让大家要注重健康，但是大家都拍基本上可以说是全身裸体的那种照片，那个不堪入目的，大街小巷报刊上全是这样的。那这些照片会刺激太多人的性情泛滥，男女之间关系混乱，就引起堕胎。那所以说我们就是隐形的杀手。对。那因为我们作为媒体的这些工作人员哈，我们在大量的制造或传递这些刺激人的、刺激人欲望的这种色情的信息，所以人们会色情泛滥。这是谁教的？您说的一句话，我现在100%我支持您这种观点，真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教导的。对。所以我们是罪人。对，您先看，您看看现在走在大街小巷，一个人一个个刺激人的那广告比比皆是。其实他做手表的广告没必要袒胸露背的，但是都是这样子的。你说，尤其是孩子们看这些，他都是血肉之躯，他看到这些女人暴露的这些广告宣传，他能不受到染污吗？这样下去，人们的是非善恶、美丑的标准就全都颠倒了，所以这会造成什么恶果呢？师父，会造成上帝算总账。上帝算总账。对，所以这个西方基这个宗教里面讲最后的审判。那最后的审判就要来了。就是老天要收人。要收人了。老天要惩罚我们。对，要惩罚，不错。因为什么？他过分了，他不像样子了，等于是洗牌一样，重新洗刷，一切从头来过。这个里头意味着科学全部会毁掉，科学全部会毁掉，全部毁掉。所以很多人认为说，这个事情可能就是2012。如果2012玛雅预言那个话是真的，那这个现象就会发生。这个地球上的时候，这是受到太阳风暴，受到这个银河中心的巨大的引力，把地球上这些海底的超级火山爆发几个，这世界就完了。而且这个太阳风暴跟这个银河中心的引力能够改变地球的磁场，就是南北极它会颠倒。这一颠倒之后，气候完全变了，所有的动植物都不能生存。你看，热带变成寒带了，热带动物就光了。寒带变成热带了，寒带动植物也都不能生存了。科学家现在很担心这个事情，这是今天科学无能为力。
没办法抗拒。啊，偏差二十度就不得了。偏差二十度就不得了。但是现在知道已经偏差五度了，所以气候不正常。那师傅，我昨天晚上拿到了，就日本的那个，三幺大地震。我现在我想是这样，回家我要常常的看，不错，因为这个我们大家都说美国拍那2012是电影制造，你看他拍的多好，不错，他后期制作很好，但是这个是真真切切的，所以我想我要多看，没错，一个星期我要看他两三次，提醒我自己不要再造恶了，一定要断恶修善，一定要端正自己的心念，对，所以这个要提起我自己的警觉。对，这个片子是各个地方新闻报道的，当天的新闻。哦，当天新闻。汇总。这个拍的这个照片是他们的飞机在空中拍摄的。哦，那很，哎，对，那很真实，那是真真切切的事件，真真事情，不是后期在制作呀，不是后期，完全是现场，啊，所以非常可怕。非常可怕。你要晓得，这个海啸才只有十米。十米，对，就成这个样子了。如果是一百米怎么办？那就不得了啊！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如果海底这个超级火山爆发，会引起海啸，高度是1000米。1000米，即使是在太平洋的中心，1000米这个大浪。分散到四周陆地的，就说是减一半吧，也500米，再减一半吧，也有250米，完了，太可怕了。啊，它这冲击范围多大呢？距离海岸边上直线200公里，200公里，对，200公里的地方的时候都会有波及，200公里。以外的才算安全地区，那一个城市就毁了。没有啦，那200公里的时候多少城市啊？啊，你看在中国，就是个沿海，浙江、江苏，往后往这个内陆延伸200公里到哪里了？我们全省都没有了。这个东西太可怕了，啊，科学家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，这是去年8月，他们在悉尼开会，我们还有几个代表去参加。定红寺的时候没出家，他也参加了。啊，第一天。他们报告的是最近量子力学所发现的这新的这东西啊，我们看到说跟佛经上讲的很像。第二天呢，就一天的时间专门研究啊2012玛雅预言这个事情。这些科学家一半认为可能，另外一半呢，认为是未必。不相信。对。美国布莱顿也是研究量子力学的，所以他提出了四句话。啊，灾难并不是真的可怕，最重要是人心。最重要的是人心。人心，哎，因为心影响物质现象。如果我们地球上的居民真的在这个时候回头是岸，啊，弃恶扬善，那就是断恶修善嘛。嗯嗯。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不但这个灾难可以化解，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美好的方向。这话说的对呀，这佛经上都这么说的。那问题就是，人肯不肯回头呢？几个肯回头呢？
啊，科学家算出最低的这个标准就是1%的平方根。1%的平方根，那就很少了。啊，以地球人数，这是他们那个时候的话，那个时候还不到70亿了。啊，总人口1%的平方根，不到10000人，大概8000多人，8000多人，能找到8000多人吗？啊，这八千多人真的回头了，真断卧修禅了，真改邪归正了，端正心念了，8000个找不到啊！这是最低的人数。最低的人数。最低的人数。8000是最低的人数。对，8000是最低的人数。能有世界上能有这么多真正的好人，这大家沾他的光啊！啊，灾难虽然不能够完全化解，但是大幅度的减轻了。大幅度的减轻。哎，对，不是很严重了。看大家肯不肯发这个心呢？难呐。难啊。太难，太难了。那师父，现在你看，这个香港上哈，我昨天在。路过那个车上，那个在看那个大街小巷，那么晚上那么的热闹，嗯，就是，真是就是5分钟，我就真就糊涂了，就觉得眼花缭乱的，这个灯红酒绿的这些东西哈，嗯，那香港会有灾难吗？有，怎么会没有呢？你也晓得哪个地方不遭灾难呢？那个地方人不遭业。啊，所以很多人却又问我，哪里最安全的？我就告诉他，你看哪个地方人有福报，那地方就安全。什么叫福报呢？他不造业。我这么多年在海外走，我选择居住的地方，我只需看两桩事情。第一个，这个地方离婚率少。离婚率少，哎，第二个，青少年犯罪率少，这就不错了。啊，离婚率多，青少年犯罪率，这地方不是好地方。还能找到这样的地方吗，师傅？那我就到处找啊，所以我在澳洲找到图文吧了。图文吧，人家就问我，你怎么跑这个地方来？啊，沿海的这大多数，你为什么无助？啊，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？啊，我觉得这个小地方，人比较淳朴。啊，有没有犯罪率呢？有，但没有沿海那么严重。没有沿海那么严重。没有那么严重。因为沿海的人，哎，对，不错不错。水族类的众生吃的太多太多了，无量。所以这个山城的时候比较上好一点。山城稍微好一点，啊，对，好一点。那些人造物还少，啊，然后这个城市不大嘛，居民，我去的时候，那时候只有8万多人。8万多人。对，哦，现在大概将近10万人。嗯，而且这个城市啊有个好处，居住的人水平都比较高，因为多半都是退休了，到这边来养老。这个香港这个城市是国际上都公认的是欲望之都 啊，对，不错。那欲望越多，那造的罪越重啊。不错。但是我想请问您师父哈，您是在香港，您都是85岁的高龄了，您不怕吗？我不怕。您不怕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想往生极乐世界。哦。我并不想留在这个世界，我不想长寿。啊，我活一天就讲一天经，讲经就是我的工作。讲经就是您的工作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我除这个没有第二个工作。嗯。啊，所以我是很想早一点往生啊。
我不怕死啊。那师父老人家为什么在一个地区哈，只要有正法在，只要有中华民这个传统文化，这个儒释道在，只要有人在宣讲佛法，有人在宣扬这个传统文化，那就能减轻或者是避免灾难，这是什么原理呢？祖宗保佑。祖宗保佑。当然，祖宗年千万年，他的心血在此地，你这里还有一点点，他能不守护吗？啊，鬼神保护，连这些小阴灵都保护。哦。为什么他们才认识啊？这好东西啊！啊，科学技术不是好东西啊，这个是真正好东西啊。就三宝加持啊，三宝加持，对对呀，祖宗的保佑，对，所以你要从这方面看，在整个世界，这大灾难当中，那中国可以说是最轻的。中国是最轻的，最轻的，为什么呢？中国是千万年来祖宗都是积德，都是懂因果，都是认真教学，只不过这200年疏忽。所以底蕴深厚啊！啊，中国有灾难不会灭亡。全球灾难之后，大概中国人领导全世界。为什么呢？非用伦理道德、因果，这个佛教的教育，就是汤恩比所说的话。啊，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中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，要外国人讲的。他讲的一点都不错啊！啊，全世界都需要啊！全世界都需要。哎，你看唐太宗附体，这个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事情。嗯。啊，从国内同学带了这个光碟给我看，我看了之后，我很受感动。啊，他讲的话跟我们所讲的是完全相同。啊，他讲全球有灾难，啊，中国有灾难不会灭亡。中国有灾难不会灭亡。啊，不会灭亡。那都是，啊，讲得很清楚。啊，而且的时候告诉大家，灾难就在眼前，搞什么都来不及了，只有念佛。念阿弥陀佛。对，只有念佛。嗯，你看人家问到的时候。2012的灾难，他那个表情你能看到，惊慌失措。惊慌失措，就这个唐太宗 对，在地下打滚的时候，告诉大家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什么都来不及，赶快念佛，赶快念佛。啊，那不是演戏，不是演出来的。对对对，演不出来的。哎，那么3月25。今年3月25，今年3月25，我在澳洲，嗯，唐太宗附体，嗯，在我面前，啊，我们悟仁寺的妹妹，她就附在他身上，告诉我，我是李世民，啊，来感谢，我说感谢我什么？我印的那个群书之要，群书之要，哎，就他就因为印这部书，他出地狱。这部书将来救全世界，将来就救全世界，全世界，哦，救全世界，就这部书。啊，所以他是凭一生当中做这么一桩好事情啊，他能离开地狱。啊，要问他为什么堕地狱，杀人，杀太多了。啊，造什么业？你就一定要承受果报。所以那个问他的人也很有意思，你是好皇帝呀，你是明君呢，你怎么会堕地狱了？他说的很好，明君造了地狱，地狱业就不堕地狱吗？哪有这个道理啊？这个因果定律就推翻了，对嘛？哎，明君造的地狱罪业还得要到地狱受果报。那他就是等于他做了这个群书之要了，功是功，过是过。没错，没错。你做因为群书之要啊，是唐朝治国的
一部指导原则，治国的治国的，完全是根据这部书，接受这部书的指导啊，所以唐朝能够做得那么好啊，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朝代啊，就靠这个东西。他说这个东西现在普遍全世界，就能帮助全世界，就能帮助全世界，全世界，那他也功德无量，那他功德无量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个书，你看我拿到这个书之后就印了万套，因为失传了，找不到了。我是知道这部书，自己没看过。啊，所以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到，就真的有同学我没见过面，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找到的，找了之后就送给我，我如获至宝啊！如获至宝！哎呀，太难得，太稀有了。啊，所以马上找世界书局，台湾世界书局，印一万套，印了一万套。嗯，以后又找到一部书，《国学之要》。国学之要，这是我天天想到的，梦寐以求的。我不知道有这部书。这部书是什么东西？是《四库全书》的钥匙。四库全书的钥匙。对。哦。四库全书那么多，你从哪读起啊？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能入门了啊，他叫你从哪里读起啊，所以我早年就有这个念头，想编一套这种书啊，把四库里的精华选出来编一套，你先看这一套，你了解四库，认识四库，等于说认识中国传统文化，然后你再去学习啊。我要想编这么多东西，没有想到民国初年这些已经编好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一发现这个很破旧，好在字很完整，字没有缺，啊，我要赶紧交给世界出去印一万套，啊，这就保留的，不会再失去了。好啊，真好啊！啊，那么这两部书，我现在交给马来西亚蔡老师他们那些人。啊，在那边修学，我就希望他们把群书之要注音注解再写成白话文，这样对照大家就好读了。那现在人读不懂文言文吗？哎，做这个工作可是急啊，大家都想要啊，要看呢、啊、等着看呢、啊、来不及啊。老师另外再编一个书，编叫群书之要360，就360句哦，这样的小册子哦，那我的计划的时候呢，是一年出一本，一年出一本，十年圆满，十年就完全出齐了，一年出一本，这一本东西出来之后是选择里最重要的，眼前所迫切需要的，啊，解决问题的一些理念方法，啊，把它翻成英文。那英文本呢，大概这一个月可以出来了，可以印出来了，能够普及到全世界，再从英文本翻成其他国家文字，真的唐太宗说的能救全世界。感恩师父大慈大悲。我们这个英文稿起草的稿子还没有完成的，360句，那个时候写到270句，后头还没写完，我在新加坡，我就把这一份资料送给马哈迪前首相，送给现在的纳吉首相，两个人欢喜得不得了，这是真是如获至宝啊！他们谈话的时候就引用了，哎呦，啊，就引用了，很智慧的啊，真难得。师父，我请教您，那如果遇到大灾难了，人们该怎么办呢？第一个，不要惊慌。不要惊慌。对，心要定下来。心要定下来。啊，对，定下来，你才能够应付环境。你一慌张的时候，都被吓死了，就像癌症一样。癌症没事啊，伤风感冒一样啊，为什么死那么多人都被吓死了？那师父怎么让心里定下来呢？啊，这个自己平常要修养啊。修养。对。
平常的时候我们尽量断卧修善，啊，不如理不如法的，特别是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能做，想都不能想，想都不能想，不能想。那心里要念什么呢？那时候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至诚心。那时候真的可能就出来了。所以为什么我讲这部经？这部经你多听，你就了解经上讲的这些道理，说明是非善恶啊，吉凶祸福都给你讲清楚了。讲明白了，啊，那我们就知道，啊，我们修福最大的福报是求生极乐世界。最大的福报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你求到极乐世界，你很快就成佛了，你就真正到究竟圆满了。究竟圆满，究竟圆满。其他的经论的时候不容易，很难做到，理太深，啊，方法太困难。这部经理论深，真的深，方法简单容易。方法是什么呢？只要你相信，相信啊，哎，你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相信有阿弥陀佛，那极乐世界是另外一个星球。不是在这个地球上，啊，你相信他真有，你真正愿意去，啊，我们这个身不能去，我们的灵魂会去，真愿意去，怎么个去法？念佛就能去。念佛。对。念佛是他的方法，你看阿弥陀佛多简单，谁都会念，真心念，我真心念他。我真想去念他，真想去是愿力吗？啊，愿力，是愿力。我真想去，真想去。哎，对。这个世界有缘，有灾难。现在大家不相信，我到极乐世界去，极乐世界成佛之后，这个世界大概受苦受难呢，已经醒过来了。嗯。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帮助他，这很好啊。他在迷惑颠倒，没有清醒过来，我们暂时离开。那就是再来人了。啊，对对。那就有能力了。啊，那就有能力。哎，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哎，怀疑就没办法去了。那师父，我想问一下，念阿弥陀佛，那不懂佛法人，他也不学佛的人，都想问问，什么是阿弥陀佛呢？啊，阿弥陀佛这个意思很深。所以经上讲得清楚，为什么叫大家听见？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的灵。自己的什么？自己的真正自己的灵啊。自己的灵。不错不错，就是真正的自己。哦，是真正的自己。对，不错。哎，那我也是阿弥陀佛啊。对，没错，一点都没错，个个都是阿弥陀佛，就是他自己不认识自己。对，我自己不知道呀。不认识自己，不错。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是梵语，啊，从印度梵文翻过来的。阿翻作无，意思是无；弥陀是量，佛是觉，合起来无量觉。无量觉。无量觉是什么呢？宇宙之间没有一样你不知道的。过去你知道，未来你知道，现在你知道，此地你知道。整个宇宙你全知道，这就叫阿弥陀佛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哦，就是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恢复我的本能，恢复我的智慧，啊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这个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到那边去完全恢复。啊，恢复过来之后，你才有能力普度众生。啊，这些迷惑念的，你再回来把他们一个个叫醒。所以，一切诸佛菩萨的总名号叫阿弥陀佛。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，一切诸佛，一切诸佛，一切诸佛是已经醒过来的了。哦，我们的这些人呢？那是迷惑啊。哦，
迷惑的阿弥陀佛。啊 对, 啊啊、对，迷惑迷了阿弥陀佛了。那他也是吗？啊，对，是啊，没有一样不是啊。哎，样样都是啊，所以你完全没办法离开，你的起心动念全都知道。谁你问谁呀、啊、连他都知道、哦、他都知道。哎，我们这桌子知道，椅子知道，地板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，瞒不了人的啊。这一桩事情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，因为我们的思想，我们这个肉体的时候它有也有波动，它是物质，它波动，没有波动的话它就没有了，它存在是波动存在。那这个波动的时候立刻就跟全宇宙都受到了，全都受到了，所以的速度比光快多了，速度比光都快多了。光 太阳光到地球上8分钟来，我们这个念头才一动，整个宇宙都知道。那我们现在动一个念头，那全世界堕胎的小婴灵也都在此了、都知道，没有一个不知道。所以整个宇宙你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整个宇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，阿弥陀佛就是回归这个共同体。哦，阿弥陀佛就是回归这个共同体。哎，回归共同体。哦，我就是阿弥陀佛。哎，所以佛经大乘经上说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这个心是真心，这不是妄心，不是那个肉团的心。不是不是不是。那所以这一句名号的功德就太大了，你念别的都念局部啊，念这个是念全体啊，像一个国家一样，我念总统是念全国，我念个省长是那意思，我念个部长是一些局部，不是全体。阿弥陀佛是全体。哦，全报了。那师父，为什么我们念阿弥陀佛就能消灾免难呢？那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呢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不要问在哪里啊！不要问在哪里。那么讲，西方极乐世界就在现前。就在现前。对，就好像我们这个电视频道一样。你按那个频道，极乐世界出来了，它就在这里。啊，这叫什么？空间维次不一样。空间维次不一样。对，极乐世界是变法界虚空间，它不是局部的，它是整体的。哦。在什么地方能听到您讲经说法呢？现在我们有电视，有网络，你有电脑就可以能接收到。有电脑就可以接收到，可以接收到。您现场直播的那个啊，对，不错。哦，我现在现场直播的是网络，卫星电视大概是一个月，嗯，因为他要把字幕打上去，哦，他有后置。哦，那我是个演电影的，是个演员。那我曾经演了很多那样不好的影片。也说过很多不好的台词，比方说我长了一个勾魂的眼睛什么的，我觉得特别惭愧。那我曾经演过一部话剧，师父话剧就是戏剧，就是当场那样的。然后呢，我在里头演一个高级的妓女，然后跳脱衣舞。有一次就是中学生在包场嘛，那个反响特别的不好，那个中学生们完全是最后我。那个很不知羞耻的在台上就演得很带劲的时候，孩子们就吹口哨啊，然后就好什么的，就那样。我就觉得我现在知道我自己错了，我真的我在想，我说我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别人的祖先，那我就给子孙后代就留下这些吗？真的很惭愧。那作为这个做媒体的哈，我就是在这里头想深深的忏悔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不拍这种杀到遗忘的片子，真的不能再拍了，这流弊太深了。对。那师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我想恳请您老人家慈悲的开示哈。嗯。我演了很多的不好的电影，那师父您曾经说过，就说你演的杀到遗忘的光盘，只要有一片还在人间流通，你就从地狱里出不来。嗯。
那我虽然我现在想改好，我也忏悔了，可是这些光碟还在发挥的影响，那人们看到了还会受到染污。那现在有这些很多的观众精心的保留了我这些光碟，请问老法师，我该怎么办？对，你只有念佛求生极乐世界。你要不堕极乐世界，你只有两条路，一个极乐世界，一个阿鼻地狱。太可怕了，我不想去。你没有当中的，你只有这两条路。我不想去地狱，师父。那你就赶紧念佛求生净土。我一定念佛求生净土。你不到极乐世界，你就到地狱。阿鼻地狱啊！对，阿鼻地狱是最苦的地狱。太可怕了，师父。哎，到那去跟慈禧太后他们在一起。哦，我不想去。那请问师父哈，这个色情泛滥、男女纵欲和灾难有什么关系呢？直接是灾难它造成的。灾难直接造成，对，不错，他直接造成灾难，灾难，这是邪淫哈。哎，对，所以我过去的时候也对这个事情了解的不够透彻，啊，自从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，才真正体会到古人讲的万恶淫为首。万恶淫为首。对，我才真正懂这句话。为什么呢？整个大灾难的时候就是这个造成的，它是第一个因素。淫后面才是杀哈，啊，对，是在前面，对，杀他通通都有啊，贪嗔痴慢疑全都有，他全都包了，就这一个字，这一个字淫里头，他有杀，有盗，啊，有妄语，啊，有这个傲慢，啊，有嫉妒，有障碍，他通通就这一个字里全包括了，这真厉害呀。就古人这一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，我们年轻的时候体会不到啊，没有这么深的体会了。今天这么大的灾难临头，就晓得祸首就是淫。哦，灾难这个头号的最后祸就是淫，对，就是淫，就是邪淫，就是邪淫，那头号。所以造成这么大的灾难。啊，那么这个倡导邪淫的、宣传邪淫的，他们都是要负责任的。啊，他们背负的因果责任太大了。那就是刚才您说的，就是说这些人宣传了这些东西，让人们色情泛滥了，让人邪淫了。那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，他可能才地狱才能出来。对，但是那我觉得太渺茫了，这个希望太渺茫了。对，所以今天上天收人是很有道理。如果真的像这些灵媒传递的信息，这信息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谈它。啊，我们也是对这些的时候。只是听听而已。啊，那他们这个信息说，这个灾难的时候，地球上要死多少人？死五十亿。哎呦！那么现在地球上七十亿人，死五十亿的时候，灾难过后只剩二十亿。二十亿都留下什么人呢？啊，二十亿大概是心地比较端庄的、善良的。啊，总是就是没有造业，造业的话是留不住的，你得受这个果报啊！啊，这么大一个灾难之后，人慢慢就觉悟了，人慢慢就觉悟，就清醒过来了，啊，所有科技就毁灭了，所有科技毁灭了，什么都没了，什么要人要回到原始的生活。所以科技文明全没有了。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人类过去的时候曾经有过亚特兰提斯，这有这么一个传说啊，大概是五六万千之年，那个时候地球上科学技术也是发展到最高峰，人类疯狂了啊，伦理道德全没有了，也不相信有神了，也就是造罪孽，然后整个大地沉到海底，叫大西洋啊，哦，就叫大西国啊，整个沉到海底去了。
那师父老人家，我再请问您，现在的人没有人伦的观念了，那他意识不到自己在杀自己的孩子，对，这是千古未闻的，大面积的这么杀孩子，一杀就是上千万，对，那古代孩子杀父母是大逆不道，对，要凌迟处死，对，现在的妇女杀孩子算什么罪呢？从人伦上应该怎么讲呢？那个罪他所受的他就已经知道了，他所受的他已经知道了，不错，他现在所受的叫花报，是很轻的，果报在地狱。就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忤逆啊，对，然后呢身体出现状况啊，事业上有很多的障碍，这都是花报，花报果报还在地狱，对对，你要晓得身体各方面出的这个东西都是这些小鬼在作祟，他有这么大的力量，对，他有这么大力量，哎呀，可不能轻视他们，对。那师父老人家，我再想问您一个问题，就全世界搞色情服务的这些风尘女子哈，他们常常堕胎，也就是常常杀人，那这些女子的数量非常的庞大，对，他们的堕胎次数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，他们通过这个来赚钱，来发达富贵，一个常常堕胎杀人的风尘女子，她的命运会怎么样呢？你可想而知，她的寿命一定不长啊，而且死的一定不好啊，死的一定不好，对，不错不错。所以他做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他是造地狱业。他自己现在不相信啊，到地狱境界现前，他后悔莫及了。那也晚了。哎呀，那晚了。那世界上有许多寻花问柳的男子哈。有的人花了钱去色情场所啊，去享乐，很多就让很多女孩子堕胎了。那请问他们应该承受什么样的果报呢？同样的果报。同样的果报。同样果报。就是你让多少个女孩子堕胎，没错，你就要啊，不偿命，你就要今后杀人，你要偿命的，你今后要偿命的。对 对, 对。那，就是我们堕了胎的那些孩子们。杀了他们之后，他们会不会还来投胎呢？会，会，还来投胎的，那都是报仇的，就是报仇的。对，所以很多被杀的，就是这些，就很难再投生，因为他的冤恨太深了，所以就是他堕过的这个小婴灵吧，就附在他。这弟弟妹妹啊，哥哥姐姐身上，所以他们心里特别的不平衡。他们觉得你为什么要给我的弟弟买书包？为什么我没有？为什么你给他母爱？你为什么不给我母爱？为什么你对他们如此的溺爱他？为什么把我杀掉？所以这怨恨恨的都不行了。所以他心里不平衡。他当看见你对这孩子好的时候，他心里就受不了，他就要报复你。没错。那有些投胎来的孩子哈，您刚才说可以，他都来投胎来报仇了。那父母对他无微不至的爱，那就是说，想尽办法对孩子好。那这些孩子还是忤逆怨恨，很多是被堕的孩，就说您说这被堕胎的孩子来投胎的。那堕胎后的这个小婴灵对父母的怨恨那么的深，那么的重，投胎来他是有目的是来报你报怨的了。对，那这是什么原理呢？这是冤冤相报啊！冤冤相报，而且是没完没了，生生世世，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。那下世还得来？对，好像拖好多事啊，苦不堪言呐！只有遇到佛法的时候，才能够化解。你遇不到佛法，不知道化解。那您说，师父他投胎来了哈，就是他投胎来了，那是。他就想来报复我们，就是什么在起作用，什么在主导他这样做呢？就是他自己的意念呢，意念，自己的仇恨呢，是阿赖耶识。对啊，是啊，你杀他，他能情愿吗？那就是说，他这个阿赖耶识有这种记忆了。对，有啊。就是你曾经杀我，我就一定要
找你来，我不会找他。而且记忆不是一生的，生生世世都记忆在里头，就存在这个档里的档。没错，档对，不错，信息。所以阿赖耶是一个资料库啊。阿赖耶是个资料库。资料库。那他能存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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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累生累劫的这个资料。没错。那师傅老人家，我请问您，这抱怨的孩子，我们怎么能看待？能看出来呢？对于这样的孩子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很多刚才门口有人给我提出这样的问题。无论这个孩子既然来了，我们心里要先能够想到，报恩的太少了。报恩太少了。哎，你对谁有恩呢？你这一生当中对多少人不施恩德？你没有做过这些，你哪有报恩的？你有多少念头的时候对别人不善的？这不就看出来了吗？太多。我的是冤家多还是亲家多呢？啊，冤家比亲家多一百倍都不止啊！那这抱怨就太多了，抱怨就很常见了。啊，可是这一点化解，无论是怨是亲，都把它变成法眷属。啊，我们一同来学佛，一同来念佛。啊，这个世界太苦，我们都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。大家一起都去。啊，我学佛了，你们跟着我一起去，这好啊。这样才能化解。对，这样才能化解。他就不会再恨你了。啊，不会呀。啊。哎，我们同一个目标，同一个方向，我们互相照顾。啊，我们亲近阿弥陀佛。关键师父，你这个我们这些人得真得相信阿弥陀佛，相信佛法呀，真得去得了人家小婴灵才这个愿，才这个疙瘩才能解开。你要是去不了，你到了地狱，对，他们就没希望了。对，不错。那师父老人家，我想问您，刚才您说讲经说法有这么大的力量，能化解这个这一方，让这一方的人都受益哈？没错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大家听了经之后觉悟了。哦，觉悟了，心平静了，怨恨化解了，就这个。嗯。力量在这个地方。嗯，他明理了。人天天在那讲嘛，天天劝他嘛。他明白因果不敢再造了。特别是鬼神。特别是鬼神，鬼神觉悟了，他就不找麻烦了，他就不再迷惑人了。哎，真正觉悟的时候，他保佑这一方了。啊，所以一个真正的道场，利益是很大的。一般人不相信，他认为是迷信。啊，要把它除掉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嗯。正法没有了，邪的就来了。嗯。那师父老人家，我继续的，恳请您慈悲开示哈。有人说他喝了酒怀的孕，对孩子不好，就不能要了。嗯。有的单身的，就是年轻人，他意外怀孕。嗯。意外怀孕了，就觉得是我这个也不能在社会上生存呢，我自己还养不活自己，我怎么生活呢？嗯。就是他们这些人都想去，这种理由都想去堕胎，能不能这么说呢？就是说，比方说，有的人是单身，孩子上不了户口，或我工作会丢掉；有的人就是说，比方说我自己，我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孩子，那么我又意外又怀孕了，那我如果要是再留下这个孩子，可能工作就受影响。可不可以这样说？就是说，你即使是你上不了户口，即使是让你丢了工作，都比杀人强呢？对，没错。哎，你丢了那个是小事情，丢了那是小事情。只是眼前生活苦一点。你杀人的时候，将来在地狱，那个苦报不知道要加多少倍，这是必须要知道的。真正知道因果，就不敢干这个事情了。不敢干了。对，真的不敢干，绝对不会，绝对真的不敢干了。哎，绝对不会。
那现在全国各地您都去不了啊，很多世界各国的那种都想让您去，您。世界各国，我现在国际旅行没有障碍，哦，我到那哪个地全方国各去地您都不需要签证哦，啊，好处在这里。哦，那么我们各 地。但是我出去之后奖金就耽误哦，奖金耽了，误所了。以这个是这个太重要了。你这灾难这么多，大家这么苦，这金的时候一天都不能塌。一天都不能停对，啊！哎。那么我们全国各地都在，现在都在，基本上很多人家家户户的在播您那个《好无事量情，寿经》，好在事这情，24小时的播经供养。对，好事情。那您说就像您的化身一样嘛，就是对，您分身一样哈，对对，是否能达到化解的灾难？就每可以，家都放一个这样的机器，现有在这个国力内量，很多这样的机器，有这个力量，有这个力量有，哈。因为他听了之后，他明白了，他至少这些罪业的事情他不敢造了，那这就是化解。哎，少一个人造罪业的时候，这灾难就减轻一份呢。多一个人造罪业的时候，就灾难加重一份呢。加重一份。不错呀、啊，如果卫星能够落地，当然更好。落星，卫星落地。落地的时候，家家能够电视上看得到啊。哦。哎，那么另外就是，只要有电脑，就可以能收到。电脑可以收这个网络，网络可以跟卫星连接，我们都是连接的，所以电脑可以收看卫星电视。我现在住在这个六合园，我那里就是用电脑收看卫星，就收看华藏，我讲的了，24小时不中断那就不用安锅了，是吧？是不需要不啊，需要就用电脑就可以了。用个电脑是一个。天线就接上就可以了，很清楚，所以这是好事情，一样有效，一样有哎，效，是哎，如果实在没有的话，用光碟，用光碟，哎，都很好，尽量离这些。现在我看到国内做的这个随身听做得很好，而且全部的无量寿经就在一个小机大器经上，节里这么一个哎呀，小卡，对对对对对每个对，人基本上人手很一难个。的，1200个小时。都在里面，是的，非常理想。哎，听的时候声音大一点，我们人听，鬼神也听。哦，利益他们啊，对哈，对，他们自都利听，利哎，对，他，都能哦，听到，都能听啊，到。哎，所以要可以说，听的时候打开这个开放的时候，也或者邀请这一些小英灵都来听见，好，都可以。谢谢您，师傅，谢谢。那师傅老人家，您。在什么情况下男女可以行为哈？他既然有这种行为，就有怀孕的可能。你正常的也是如此，可是呢，现在又有各种各样的理由，原因不能没有生，理由，没有没理有理由，由，没有理由，都是一些歪理由。都是歪理由，对，不错啊，不正的那对，都是不真的。换一句话就根本不应该干这种事情。那就是说，现在没有人教我们这样的标准。很多人认为财色名食受的享受，就是说淫下这面，个，他就你是。要是告诉真正觉悟，财色名食睡的享受结果是阿鼻地狱。你可以尽情享受啊，那最后都阿鼻地狱。就什么理由都不能杀对人。对对，不可以呀！不但是不可以说，财色名食睡根本就不能沾。财色名食睡，哎，都不要去沾，根本就不能沾。不错，那地狱五条根嘛，何必跟地狱去结缘呢？不要财可以活得下去嘛？生活清苦一点好，身体健康。色是可以离开的，色是可以离可开以离的。开的，那名可以离开的，要名干什么？假名。释迦牟尼佛，过王的地位人家都肯舍掉，
啊，一生去做一个教员，穷教员，啊，他生活的是多自在啊。所以叫万恶淫为首，那是。师傅老人家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，正常那种夫妻间那种行为都要节制，要节制，要节制，是要节制。嗯，哎，那个生育是说生育是为下一代，生育是为下一代。哦，对，这个重要。嗯嗯嗯，哎，一定要把底下一代教好，你要对下一代负责任，要不能随随便便。哦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哦，不可以。好，这个问题在过去没有。过去什么？过去中国人没有一家不希望啊，多子多孙的啊，哦，哎，你生的越多越好啊，兴旺哈，啊，对家庭是兴旺啊，人丁兴旺，哎，但是现在国家制定这个政策了，这问题就严重了，啊，它不许可，啊，所以必须要遵守国家的政策，嗯，啊。那么就尽量的，把这个就是，这个要预防，嗯，啊，预防工作做好，嗯，万一还是怀孕的话，就说能不能向政府提出请求，嗯，啊。你说我现在要杀这个小孩，那佛家讲有因果责任，这因果责任我要负这个责任，那这个国家也要不要负责任呢？啊，我想通通都要负责任，通通都要负责任，都要负责任，不错哎。啊，孩子既然来了，他就能够生活，就能够活下去，啊！现在有很多人提出粮食的问题啊，其他的这些问题啊，说是我们要控制人口啊，这些问题听到好像是有道理，其实道理不足以服人啊。人到有福的时候，这个地上的五谷杂粮它会加倍的增长。人道造作罪业的时候，五谷杂粮就会减少，就会有很多灾难。所以人还是以积德为重要。积德为重要。哎，对对。那小孩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教，小孩不教的话，那也是重大的过失。不教都重大的过失。哦，重大过失。中国的文化几千年来长治久安，实在讲家庭的贡献是最大的。为什么？每一个家庭都把小孩教好了，所以人人是好人，事事都是好事啊。所以古时候做官受福啊，各种行业里头最值得人羡慕的就是做官。做官啊，清高有地位，待遇也很不错，工作没有案子办的，都是好人好事，哪有案子办的？一个月有三五件案就不得了了，哪有像现在办不完的案子啊？每一天堆积办不完，古时候没有。所以《四库全书》里的几部，一半以上都是些做官的人写的文章，写的诗词，他没有事情做啊，以这个来消遣啊。所以你说那个时候的社会多美好啊，那是伦理道德因果宗教，把人教好了，现在全部都不要了，人就学坏了，学坏了你怎么收拾他啊？人没办法收拾，那就上天来收拾，上天的收拾就是灾难。过去古代的人很少有堕胎，人数也不多。那现在这么大面积的，就是每天这种杀这些胎儿哈，人这个地球上人越来越多了。对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就杀业造成的，冤冤相报。你越杀，它就越多。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。
从前农作物啊，没有农药，没有化肥，东西长得很好啊。你看现在用农药、用化肥，去那个病害虫越来越多。啊，应当把它杀了就没有了，为什么杀了越杀越多呢？而且这些农作物的这些害虫的时候，抵抗能力一次比一次强。啊，杀不尽呐！杀不尽，不杀就没有了，越杀越多啊！很明显的，我们最近十年，我们自己种菜，我们不用农药，不用化肥，有没有虫吃？有，很少，不多，不像你们想象的。而且我们很跟小虫还有沟通，啊，我的菜园画一个角落，专门供养它的，你们吃都在这儿吃，啊，那一边留给我们，他们很守规矩，他就遵守条约，啊，过一个田埂他就不会去，啊，鸟也是这样的。我在澳洲，我这个院子很大，种了有30多种果木树，啊，果实都非常好。鸟吃水果啊，我们跟鸟就约了，指定几棵，这几棵专门供养你的，你们都到那边去吃，啊，没有指定这个再留给我们，都是很非常有规矩啊，守信用啊，他就不去，就留给我们，那我们对供养他的，我们也很用心照顾，不是说随便他啊那个让他自在，不是的，啊，我们也给他的说，我们是用堆肥。啊，老办法，要肥料用堆肥，就是腐烂的一些菜叶花果的时候，堆在这个挖个坑，啊，大概3个月之后它就发酵，变成肥料。哦，哎，这个是土方法，老方法，啊，所以我们照顾很周到，都很感恩的，大家一起在一起生活，多么和睦，多么圆满呢？何必要互相残杀呢？啊，就决定不杀虫，不杀病害虫，不害这些小鸟。啊，所以我们鸟子好多啊，啊，就像家里养的一样啊，非常自由啊。啊，我们这十年做出来了。啊，所以宇宙之间没有别的，要和谐，要和睦相处，决定不能说这个。西方人这个学说弱肉强食，这是错误的，啊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，不对的。你越杀这些，越杀仇恨越深，啊，报复的越来不错，哦，哎，所以越杀越多，你不杀就没有了，啊，我们从农作物这个例子就很明显的能够看出来，哎，决定不能杀害。而且的时候，不杀害来的时候，都是圣贤，都是好人，投胎来的。那些顽皮的时候，捣蛋的时候，他不会来。啊，你这个一杀生去，啊，他全部都来了。啊，好人呢，好人不来了。逆子。啊，对，好人不来了，因为你这个社会乱了，好人不来了，来的人都是捣乱的。万万不可。对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那师父，我再有个问题哈，很多的孕妇，那她通过医院的检查发现胎儿有异常，家里和大夫都建议她剁掉这个孩子，您说她该怎么办呢？念佛，念佛，对，三宝加持，纵然是一颗善心，纯净纯善的心，小孩子从抱怨的也会变成了报恩。念佛哈，对，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意念，意念的能量非常之大。这最近科学家都提出报告，啊，我们的念头能改变自己，能改变宇宙，有这么大的力量。所以善念不能没有，恶念绝对不可以有。啊，就是说他母亲念佛能把胎儿的这种对过来，对，对，不错，胎儿畸形的会变成正常。畸形会变成正常，就念佛。对，对，真有这个力量。你说说，山西小院，你们知道这个例子？啊，40多人得的癌症，念佛就那么念好了，那不需要医疗，
不需要医药，啊，念上三个月再检查没有了，啊，同样的，畸形的这个小孩会变成正常。好，谢谢您，师父。纯净纯善的心。纯净纯善的心。对。啊、那师父老人家，我恳请问您一下哈，就是说，嗯，就是说。协会付出了这么多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制作这个节目，我们尽心的做这个节目。如果观众看完了，那如果他说他不相信，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怎么面对呢？这个不要去管他，不要去管他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嗯，他能够看懂，就说他的这个善缘啊现前了，善缘、他看的时候不相信。啊，这个是他的业障还没消除，所以慢慢来，好，也许过几年，他业障消掉之后，他就能接受了，哦，业障没有消掉，不能接受，我们自己也一样，我们自己也一样，啊，当然了，你看我没有遇到方东梅先生之前，那业障啊，啊。也正好在那个时期，在这早些年来的时候，我很固执啊。放心的说这句话，我未必能接受我。啊，所以人随着年龄，随着环境，他思考有变迁的。嗯。他到能接受的时候，这就是业障减轻了。嗯。不能接受的时候，他业障很重。哦。那借此因缘，我在这里想。像我曾经堕过胎的四个婴灵小宝宝，还有我累生累劫堕过婴灵的小宝宝，我也代表全世界堕胎的人们在这里深深的忏悔，我们诚心诚意的向小婴灵菩萨们说一声对不起，无知的妈妈对不起你们，我们错了，请原谅我们吧，也恳请诸佛菩萨慈悲的加持那些无辜的婴灵菩萨们，从今以后我们一定要老实念佛，断恶修善，把功德回向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听话乖乖的跟我们一起念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愿天下永远不再有堕胎的事情发生。那我们知道这个光盘会翻译成各国语言，流通到全世界，那我知道有很多无量无边的小婴灵菩萨们都祈请，希望能得到您老人家的超度，现在我们想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婴灵小菩萨们想希望得到超度哈，就祈请您大慈大悲对这些小婴灵们开示，怎么能让他们离苦得乐。世出世间的圣贤，没有一个了不是从教学着手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出世开悟之后，一生从事于教学，没有一天缺课的，啊，这个我们从经典记载里头啊看出来，非常认真负责。为什么要教？人不教，你很容易迷在七情五欲当中。啊，天天学，天天听，慢慢的觉悟了，七情五欲不是好东西。啊，那是包着糖衣的毒药。嗯，吃起来是很甜，后头是要命的。那七情五欲里面包裹的是阿鼻地狱，是恶鬼出生，非常可怕啊，所以一定要知道啊，所以佛为什么要讲经啊，不讲经你不明白不明了啊。那么现在灾难现前了，我们讲什么经呢？一定挑整个佛经里头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啊，真正对我们先前救急的一部经典，那就是《无量寿经》啊。所以我在去年把华严停止了，华严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，才讲1/5，华严经讲圆满估计需要2万个小时，来不及了，
去还这部经。这部经呢，从头到尾讲一遍，大概要1200个小时，到1300个小时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一天讲4个钟点，要讲满300天，300天才1200个小时。啊，可能还会超出一点。啊，这个经对我们有大利益，啊，让我们真正觉悟了，真正明白了，认识自己，认识环境，认识宇宙，认识过去未来，认识西方极乐世界，认识阿弥陀佛，知道自己如何回归自信，啊，回归我本来是佛那个地位，啊，这经有这么好这么大的好处啊，所以一定要听，啊，其他的不听可以，这一部不能不听，啊，我是学佛60年，讲经53年，最后做的这个决策，啊，专门弘扬这部经。我活在世间，跟大家表个法，做个好样子，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啊，我活一天就讲一天，啊，我的一生，60年前，张家大师教我的，我把我自己捐献出来。送给佛陀，我的一生佛陀安排，啊，不是我自己安排，啊，我住在这个世间，哪一天走，这都是佛菩萨安排的，啊，佛菩萨要我多住几天也可以，啊，我也不会，不愿意啊，不会。啊，佛菩萨什么时候要我走，我都很欢喜。啊，我接受老师的教诲，心安理得了，很自在啊，一切佛菩萨安排。啊，那今天住在香港也是佛菩萨安排的。啊，这佛菩萨怎么安排的呢？这个地方有个信徒。何泽林老居士，我们认识30多年了。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，1977年，他每一天都来听，那次讲4个月，我们接了这个缘。他老人家往生了，他把他自己的住宅供养给我。啊，我没想到，我没这个念头。在律师楼签字，手术非常清楚，这干净利落，这是佛菩萨安排的，不是我安排的啊！啊，这一生没有住处啊，那现在有这么一个住处，我就知道了，佛要我在此地常住。啊，我自己想在哪个地方常住不行的，那上一次到台湾，很想在台湾，也是乡下个地方，有个地方可以住。啊，监空文居士告诉我，我还拿了5-600万，啊，台币，在那里建一个小房子，房子建好之后了，不行，那个地方已经租借给大家，做学习的道场，租约还有2年。要2年之后我才能去住，那我就算了，我就知道缘不成熟，啊，没有想到人家这个地方，这个小地方比那个地方还好，比台湾这边还好，啊，非常清静优雅，啊，佛安排的，啊，我就把心定下来了，哪儿都不去了。啊，香港有灾难，我不会离开。
啊，香港没有灾难，我继续讲我的，啊，我一天都不会空空，啊，这就对了，啊，所以这是佛陀的安排，啊，一生顺从佛陀。师父老人家，感恩您的大慈大悲，感恩您的慈悲开示，您辛苦了。通过您的开示，让我们了解了事实真相，避免以后犯更大的过失，让杀子悲剧不再天天上演。对，通过您的开示，也让我们了解世界堕胎乱象的根本原因，指出回归幸福本源的道路。师父老人家，请允许我代表社会大众，代表曾经堕过胎的人们，特别是被堕胎的婴灵小菩萨们，至诚地感恩您。嗯，我在这里代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全世界堕胎的婴灵小菩萨们，礼请您老人家给他们做三皈依。好，这个地方，谢谢师父，大家已经预先准备好一份皈依证。这是小菩萨们，他们想得到您老人家的皈依啊，这是个皈依证啊，我在这里念一遍啊。师父，我要皈依三宝证书，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，这个念三遍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，啊，就念三遍。自有全球堕胎水婴灵菩萨，至诚归向三宝，礼请净空法师为三皈证明阿舍离，更取法名曰妙音，从今以后尽此行受，是依佛为师，是学法藏，是敬僧众，与佛教戒，信受奉行。啊，三皈证明阿舍离净空。啊。这个皈依的仪式，这是一个总的啊，全球。往后，我们每天都要跟你们做皈依。我说每天是当天的，当天被堕胎的这个水婴灵啊，每一天全球都有啊，所以每一天都跟你们皈依啊，每一天。这个世界上杀害的一些动物啊，被杀的被吃的不知道有多少，我们每一天也要为他们皈依啊。我在讲经每一堂经都把讲经功德回向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认真听经啊，听经求悟，发菩提心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在极乐世界闻法修行，圆满成就佛道，啊，谢谢大家啊！无限的感恩师父，感恩你。